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霸王队夜风三问的一个对局啊。霸王用的是这个夏米来排头哈，一上来就让夜风闻了一下味道，想要翻厕所继续闻味，但是无奈不是大哥啊，是夏米关不住厕所，天冲直接被敲回来。还想过来下逼，不知道大猪这么强的吗？啊，敲你的头，还想过来啊？直接踢你，再咬你，被咬得晕头转向啊，起不来了。现在开局不利啊，还是跟丁家班。现在是徒弟在打师傅。金家方就趁着地上摇来摇去的，摸一摸，算毕业。过来挠挠痒痒，大猪皮糙肉厚，挠的一点用也没有。被敲了一下，哎，这个华晨过来干什么呢？好，可以的，好的，没中啊。啊，被踢死了。金家方啊，不能当大猪的师傅，大猪当他的师傅还差不多啊。好吧啊，霸王被虐了两局，怎么说也得看他来发挥了哈。哎呀，一直在摸啊，又想要来摸啊摸，我又想起了上一次哈，霸王就是被大猪一顿摸啊，摸的就是这个雅典娜，这一下又想历史重演来了啊。好漂亮，霸王给力抓到，好折一下身后来，哎，这一下我不出招直接跑抓再来啊，也不出招还给 AD 啊，直接一炮折死 ，nice 啊！霸王上次也是受过这个调戏啊，这一次很给力。上次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啊？就是大猪一顿的摸摸摸啊，一个人摸了三个人给摸死了哈、啊。香沙，哇，残血了。好 ，A B 可以的，抓到升龙超杀，马上要取消。防住了，漂亮，在 A B A 抓反摇拳啊，动手打下，喂，可以可以，我包死里逃生了两把了哈，而且还是一点点血啊，加油了。大猪的咸猪手哈，没有摸死这个雅典娜，雅典娜现在喂呀，又残血了 ，A B 好可以的，抓到了哈，这个是一个抢抓，哎得没有得中，完蛋，哇下西 nice。再来啊！又防住，漂亮空投，哇，太强了这个，好灵活的雅典娜，漂亮抓到之后，马上一条 O， 全直接反三，帅气啊！好的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、关注修修，不易走丢。